掌握华强北一手行情，不做二手韭菜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华强北阿柴，每天下午打卡华强北各大市场帮粉丝挑选机器。下午的三点半，阿柴也是准时到达市场，先过来飞扬的四楼，帮一位武汉的粉丝拿一台14 Pro Max 520G 的紫色，这是一台美版无锁的机器。我们可以看到后面的标签，电池是一个93%的效率，充电也才190次。最近无锁的14 Pro 和14 Pro Max 价格也是下跌了一些，这台 512G 的我们在市场是花了6100块拿到，6000出头搞定一台无锁的14 Pro Max 还是 512G 大内存的，小伙伴们觉得值得入手吗？机器我们确认完成色没有问题，就过来看一下爱思的验机报告，紧接着帮一位江西的粉丝拿一台15 Pro Max 512G 的蓝色，这是一台美版的卡贴机。我们可以看到后面的标签，电池是一个100%的效率，充电的话也只有25次。最近市场上有锁15系列的二手机也是陆续到货了，价格的话和新机仅仅是差价了几百块。这台 512G 的我们在市场是花了5400块拿到，新机的话阿柴看了一下报价是5800块。所以弱弱的问一下小伙伴们，全新机和二手机仅仅差价400块钱，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选呢？要拿了机器都搞定好之后，阿柴也要回到办公室开始验机了。今天的市场行情就先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吧。